我希望呢，小齐炫你可以寄信给我，因为我很喜欢你啊。我太尬一粒了，懂什么？不是，男跟女之间是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什么一定可以当朋友这种事情，男的会去跟你聊天的，通常啊，通常都是想要你的啦。真的啊，所以你跟女生聊天都是有非分之。但是我不会往那边聊过去啊。那你很常找我聊天哎、欸。啊，关播了，不聊不聊了，不聊，关播了，关播了。被曝未婚妻是小齐炫，两人旧片暧昧对话影遐想。脑震荡一般来说，我之前的体验应该是要持续差不多两个礼拜，就大概有点像是你脑子像个豆花晃来晃去，他会感觉得到。实况主 Toys 日前才因为评论网红超哥日食料理餐厅触犯天条，引起轩然大波。然而他的感情生活也受关注。十二号晒出与女友未婚妻死言会图像，喊话破一百万赞就去求婚，但这个未婚妻似乎有迹可循。嗯，枕头花纹和女星小齐炫类似，女友未婚妻和小齐炫的绰号也相同。如果小齐炫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，如果我到时候三审结束关完出来呢，你还没有遇到你的真爱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，因为我真的实在是太喜欢你了。我希望呢，小齐炫你可以寄信给我，因为我很喜欢你啊。我太尬一粒了。Toys 在时常公开向小齐炫示爱，如今回顾一年前两人直播的互动，十分引外界遐想。好吧，那看来我是出局了。祝你幸福啊，小齐炫！你每次都要用这样的结尾就对了。不是、啊，不然怎么叫做进可攻退可守？至少要保留一点面子给自己啊！我知道呢，这是一个据点。你可以延伸别的话题啊，你不是很会把妹吗？我不会啊，会的话就把到你了，就是不会啊。来，你问观众想要听我们聊什么啊？那有什么好聊的？啊，就出局啦！我就是那种啊，没有办法跟女生当朋友的那种人。哎呦，你这样说，羽西不是朋友，奎丁不是朋友。不是，我对朋友的定义呢，是属于那种会交心的才会变成朋友，懂什么？不是，男跟女之间是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什么一定可以当朋友这种事情，男的会去跟你聊天的，通常啊，通常都是想要你的啦。真的啊，所以你跟女生聊天都是有非分之。但是我不会往那边聊过去啊。那你很常找我聊天哎、欸。啊，关播了，不聊不聊了，不聊关播了，关播了。